是愿望忏悔业障。不吃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忏是忏摩，意为悔过；清凉国士解释，忏是承露先罪，悔是改往修来。下面以顺逆实心解释忏悔的原理和方法。十种顺身死心显示了有情。 因迷乱而顺生死堕落的过程，忏悔就是反过来修十种逆生死心，转变以前错误的观念、行为和果报，由此消除三障：烦恼障、业障和报障。十种顺生死心：一、忘记人我，其生见，像黄昏时无论花神是蛇那样。 以无名力将多体生灭的五蕴颠倒任作常一的我，由此产生身见，即沙迦野见，这就是三有过患的根源，也是起烦恼造罪业的根源。五始以来，因为执着五蕴是我不知我是子虚乌有的，由爱之自我。 才对顺我的净生贪，对逆我的净生嗔，净生无量烦恼，造下无量罪业，这是业形成的过程。其实这个十二因缘里面讲到造业的啊，两个缘就是一个是行无名缘行，这个行就是造作的意思啊，还有一个爱，爱完了是取，取和有是造作的，取和有。 这属于造业，心是因为无名，无名就是我执我见了啊，因为这个我见引起的无名而妄动，就是躁动妄动，然后呢，它有业，业呢产生识，这个十二因缘顺着就是六道轮回了，逆过来了从无名和这个爱这两个去破的话，十二因缘就会断，破无名断贪爱，那么这个生死就断了。 其实也很容易，修行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啊、呃。无名破了以后，这个行就不动了，就不会造业了。这个行就是业习，后面爱呢，取和有就是造业了。嗯、呃，其实从这两个地方下功夫就可以了。嗯、呃，师父讲的东西就是很直接的哈。你只要是掌握了这个窍诀，你就这样用功，就是很快就能够断生死的。最关键，我们现在是要破这个无名是难难就难在这个无名怎么破化、啊。 是吧、啊？所以我每天学这个净心法药，就是破这个无名，其中里面也有断贪爱。你看我们这个净心法药里面有很多，是吧？不净观呐、啊、无常观呐、啊、多体观都是断贪爱的方法。无我观也可以断贪爱。就是像这个烦恼、这个业啊、这个轮回啊，就是把这个根断了，无名。所以说，第一个是顺生死，就是忘记人我而去生见，这个就是无名了。换一个说法，就叫无名。 无名呢，引身烦恼啊、哎，这是业形成二是内具烦恼，外遇恶缘，我心增盛，身体杀戒渐厚，内有烦恼的种子，外遇助生烦恼污染环境和恶知识，就是有了识啊，这个识很重要，有了识就分别了。他这个识后面是名色，名色呢就是说。 时呢，跟这个物啊就开始接触，这叫明色。如果是投胎的话，就是心和物呢合合在一块儿了。这个内有烦恼种子外，外又遇到这个能助生烦恼的污染环境和恶知识，就是对境。内因外缘聚合，如火天有令我之心。 加倍增胜。啊，三是内外积聚，灭善心事，不喜他善，这是心态变趋于恶化，内外污染，因缘积聚，导致自身善心泯灭,灭，不行善法，不喜他人的善行。比如今天人们内心的烦恼增盛，外缘污染加剧，邪说泛滥，人们的良知渐渐埋没。 善良的行为日趋减少，明显能看到，许多人对善行不支持、不随喜，内心麻木、冷漠无情。第四是放纵三业，无恶不作，不喜善心善行，自然热衷造恶，毫无约束，放纵身口欲，无恶不造，就是贪爱嘛啊，主要就是贪爱 贪爱加嗔恨啊！贪爱的强烈的话，就是会演成嗔恨。事虽不广，恶心遍布。恶心邪行、酒气成性，虽然没做很多坏事，但待人处事千是恶性用事，受习心理左右，遇到什么都往邪的方面作意，就是恶心遍布的意思啊！现在外面的人呢？ 就是有善心的人很少，恶性遍布啊！就跟人交往的时候啊，都是恶的、呃、负能量的东西，抱怨、猜疑，然后不信任，互相打妄语，再就是杀生、呃偷盗，反正就是能干的都干，偷盗就是占别人的便宜啊！那、呃、只要有机会都偷，恶性相续，昼夜不断。前面横说，恶性遍布一切境。 这里众说，恶心变一切事，就是恶心念念相续不断，难得有一念善心升起。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汉地啊，这个修处理心比较好修，因为世道现在人心呢，就是好的少，啊，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连孝顺父母的心都很少，不多，只有一部分人懂得孝顺父母啊。中国这个没有这个教育啊，从小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现在就是。 缺乏这个教育。第七是负偿过失不欲人知，恶性遍布相续不断，已是恶贯满盈，但把恶隐藏起来，不愿意让人知道，甚至不承认自己有罪过。鲁户抵突不畏恶道，鲁户桀骜不驯，不听规劝，一意孤行；抵突是以人抵抗。 由前面一步步发展下来，就变成刚强难化的状态，对因果报应毫无畏惧，不畏恶道。那现在人就是这样，你看不畏恶道，为什么？根本就不信因果啊！他都为什么恶道？是吧、啊？第九无惭无愧，不惧凡事，啊！自己有罪过也不感到羞耻，当众造恶，肆无忌惮，毫无畏惧啊！不畏因果，不畏鬼神，不畏圣人，找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步啊！ 是把握因果啊，作为残体，最后是因果观念在相续中完全泯灭，成了无善根的残体，由此堕入恶趣。在没有消除邪见之间，善根被障蔽，无法升起。我们无死以来呢，就是以这四种心沦为苦恼的众生。心性本来广大周遍，具有恒沙功德妙用，但从一念执我开始。 就不断的起烦恼造业，导致流转生死，备受孤苦。现在忏悔，关键要把顺生死心转成逆生死心，不在心上做实际的转变。要想凭空除业障，只是痴人妄想而已。这个业障不是凭空除得掉的哈，要从心上做实际的转变，心底里哈内心深处去做转变。 下面讲四种逆生死心次序和上面相反。第一个是明性因果，法无因果转变为明性因果，也就是通过学习开始因果的教法，对因果法则，比如乐由善生，苦由恶生，业增长广大，未造不遇，依作不施，以及业的差别和感果的差别，做系统的学习思维。 由此呢，对因果升起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解，就能达到明信因果，从根破除拔污因果。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因果教育呢，就是是非常重要。佛法呢讲三世因果啊，讲无量世的因果，这样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自愧克责，这是把无惭无愧翻转为有惭有愧，深自责备。 哎、呃，这就是修行的开始了哈！我们要教人，就是这个就是呃特别好的修行方法。这第一个就是你以后我们教人，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先跟他讲道理，把因果讲清楚，叫明信因果。然后呢，第二个叫自愧可责，啊、呃，就是教他生起惭愧心来。每当三门放逸，正要遭恶的时候，责备自己：我这个恶人无羞无耻，行畜生法，是弃清净白法。 啊，圣人和天人见我暗处造恶，嗯、呃，人见我明处造恶，多么可耻！我不可以做这种恶行，这样就以惭愧自责，破除无惭无愧。修行的第二步就是要升起惭愧心来，升起惭愧也是有方法的，是吧？看到别人这个有福报，我们就惭愧自己不知道布施，是吧？看到别人有名声，我们惭愧自己不学习别人，自己没有去广结善缘。 那没有多行善积德，这自己的福报不够啊！就是有惭愧心，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不生嫉妒心，生惭愧心啊，自己受苦的时候也生惭愧心，或者自己起恶念的时候也生惭愧心，哎，就好办了、啊，这人就开始反过来了啊，向善了，这就是修行的次第啊。第三个就是不为恶道，这是把无知无畏翻转为不为恶道了。 自己认识到这一生很短暂，很快就过去了。如果造恶业时候会千生万劫堕入恶道，难以处理。恶道漫长，苦报惨烈，而且在恶道中心识暗昧，痛苦逼切，没有修行的机会。我怎么能不怖畏呢？这样以不畏恶道心破除不畏恶道。要多思维啊，万一堕入恶道怎么办？多思维这个恶道的可怕，三恶道的痛苦。 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为恶道。第四呢，就是不服务瑕疵，这是把不常过失翻转为坦诚发露，就像是把树根暴露在地面上，枝叶花果自然枯萎；堵住泉水的源头，流水就会枯竭。能把心中的罪恶毫无隐藏的发露，罪业就会被破坏。又像身体长了用。 不开刀挤出里面的脓水呀、啊，啊、嗯、痈就会恶化溃烂，危及生命。同样，不发露罪行，罪业就会增长，越来越难以清净。所以要及早发露，及时地忏除，不敷瑕疵，不掩藏啊，不敷藏过失。啊、嗯，这个都是针对自己的，你看到没对啊，我们修行人呢，就时时都看自己，从自己的身口意上去下手。 去面对烦恼地，啊，就是眼睛不要盯着别人。所以，什么我们天天要念“不观道有过失”，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一看别人就是过失，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一看别人不是过失就是嫉妒，看不到过失就生嫉妒心，看着别人好的就是嫉妒，啊，心里不舒服了。就是你看我们人和人之间在一起有矛盾的时候都是这样就看别人的过失，别人可能是有过失。 但是你要是没过失，他有过失，你不动念，你不生气，你不跟他争吵，你就说自己不对，啊，他有过失的时候，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啊，你应该境界更高了，是吧？他说你的过失，你就说的对，是吧？你就是承认接受，哎，他就没什么说了，哎，就算你真有修行，他感化他生惭愧心，其实还是可以感化的。如果信因果的人，你要修的让他生起惭愧心来，你不就感化他了？ 这个修行是要用自己的实修实证来度化众生的。说别人的过失是没有用的啊！你还没到那个时候，在你自己完全证到了，别人对你心服口服的时候，你说他，哎，这个人人家不觉得是说他，人家觉得你是在加持他。哎，不是说我，我加持我，是、啊、吧？人家高兴你说，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否则的话就别说。就是你有这个德性，如果别人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你也不能说。 啊，你就得去安忍。这、呃、个你看这四条，每一条都是讲自己的，啊，不是拿来讲别人。如果你听的是哦，你今天又讲了、啊，你看这个人没惭愧心，啊，那个人又不会恶道，啊，这个人有错不知道改，啊，全是眼睛盯着别人。今天师傅讲了十条，嗯，可能讲了十个人，啊，某某人是这样子的，某某人不信因果，某某人没有惭愧心，啊，就是没讲了自己。 有这样的人，有人听课前往别人头上安，是不是啊？反正道场里就是这样的人啊。听课的时候前往别人头上安，自己一一点错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五是断相续性，啊，这是把恶心相续反转为不相续。哎，刚开始我们只能做到恶心不相续，你善心、菩提心还升不起来呢。啊，现在是先断恶，后行善呢。恶还没断，你怎么行善呢？ 先断恶行，先把行为断了，恶行断了，再断恶口，最后断恶意，啊，生口业。就像初犯王法可以宽恕，但宽恕后再犯，罪过就更严重。同样的，出入忏悔道场，罪业容易灭除；如果忏了又犯，那就很难忏干净了、啊。所以忏悔要防护相续，永不再犯，就像吐出毒水，再不吃毒一样。 以上是断相续心，破除恶心相续。啊，刚开始我们只能用这个忏悔的办法，或者正知正念的办法对治，让、啊、这个恶心别相续。我们现在修行呢，先断恶，恶没断你怎么发心啊？什么菩提心、出离心都不可能的事哈。所以你要先断恶，大的恶断了，那小的还有一些自我了。 是我的，是我是还是有了，那就通过发菩提心，慢慢的断。第六是发菩提心，就是把触到净缘，就起贪嗔痴的恶心遍布的状况，翻转为大菩提心，愿一切众生都起饶益心的善心遍布的状况。哦，你变成善心遍布了啊！就对一切众生都善心遍布，无一遗漏。 啊，或者缘一切境都能升起觉悟智慧的状况，看一切净都知道它的空性，无我无法。这缘一切境觉悟，菩提心是为了利益有情愿求菩提的慈愿。大愿很好，把这个恶心转成最大的善心了。菩提心就是善中之王啊，是不是啊？我们都学过，善心可以从人天道的这个。 哎，五戒十善开始的善，到声闻缘觉的善，最后到菩萨的菩提心的善，善中之王。这个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发起来。能现在从人天道的善开始，啊，然后是这个色界天的善，声闻缘觉的善，要一步一步的啊，谁也不可能一下子菩提心发起来咯。啊，以前不觉悟的时候，执着人呐、啊、法呀、啊，都是是有的。 在一些境上起贪嗔痴，所以恶心遍布。现在以智慧观照一切境，本无自性，则不起过失。就是说，呃，知道这个人法啊都是空无自性，这样的话呢就不造业了，不执着了。以前没有智慧，对待众生是损恼性；现在以智慧摄持，利益尽虚空界的众生，啊，利他们其实就是利益自己了。 利益他们就成佛啊，所以以变做利益的菩提心，能破除恶心遍布的状况。菩提心呢，就是什么样的？完全利他的心，无我了啊！无我的人呢，怎么还会有自私心呢？没有。那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为了离苦得乐。初学佛的人呢，是吧？他也不可能知道无我的道理，他只知道我要离苦得乐，是吧？ 通过相信因果，不要做坏事，嗯，就是尽量的去做善事，善待众生，那么众生呢就善待你，你就变得有福报。破除我执了以后啊，就是更好的去无我利他。自私的人就是我执坚固的人啊。当然了，离苦得乐的也是为了自己快乐，但是他至少做到不伤害别人，他当然希望自己快乐。 他通过帮助别人、善待别人的方法来让自己快乐。你只有善待众生，你才能快乐。你损害众生，你能快乐吗？不可能嘛！你去伤害众生，你杀害众生，你怎么会快乐呢？那众生肯定要让你受苦啊，是、啊、吧？他就报复你了，那、啊、冤冤相报啊！所以说呢，懂因果的人就不会自私。他就是让别人快乐，他自己就快乐了。 啊，这个果报自然就报到身上。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所以说不需要知识，为什么？快乐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你只要是利益别人，你自己就快乐了，是不是？不要知识？对，你就帮助众生，你就自己就快乐了。你虽然没有破我执，但是你忘我。虽然你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你看那个十三业做得好的人呢、啊，忘我利他，他也快乐呀、啊，健康长寿，他都有啊。 善报他都得到了，所以说自私的人呢，他就没有快乐。哎，只有放下自我来去利益别人的人，才能开心。嗯，相信因果的人都懂了。忘我的利他，也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再往上就是无我了，用智慧来观破我执。哎，那他无我利他，那就更好了，境界更高，更快乐了，更自在了，那就是解脱生死了。 无我,我利他就可以解脱生死，忘我利他还解脱不了生死，啊，忘我利他，我知还是在，他只是暂时放下自我。但是这个方法也能让自己得到无量的福德快乐。你看修行呢，第一步就是做到忘我利他，人天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利他。当然呢，初学佛的人他还忘不了我了，他就只能说哦，我多做善事就会快乐幸福。 自然就有的，快乐幸福不是贪来的，越贪就越烦恼。你看，越是往上的人，你看欲界天的天人比我们欲望少，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在天界这个贪欲加重了以后，就被发配到地球上来了。自私的人就下堕，少欲知足的人，善心多的人，他就升天。啊，你看这个信基督教信的好的人，心很善，从来不会伤害别人，都是善待别人的。啊，你能帮别人尽量帮。 这个基督教徒修得很好的呀，我见得很多呀，他们的素质真的很高。虽然他们也有希望自己快乐，但是他对别人很好，就是升天嘛。欲界天的天人呢，他们就是少欲知足，然后呢，持善业修得好就升天了。在天上他们也是这样子，也是善待众生的，也是互相很友善的。如果不友善的，天上的人也打架了，那天上还得派警察了，是不是？那麻烦，那天上可没警察。 只有人间有警察是吧？人间需要人看管，所以说我们说地球是监狱也没错，啊，到处都有警察巡逻是吧？还有荷枪实弹的军队，都是看着人呢，是不是？啊？自私心变重了，变坏了，恶心多了呢，就放到地球上来了。《西游记》都看过是吧？那猪八戒在天上，那天蓬元帅起贪心了，打下凡间做猪八戒，我们其实就是猪八戒了，是不是？ 这个故事讲的很有道理，我们修行其实也很容易的，是吧？当了这个道理就修呗。自己起恶心恶念的时候呢，就改过忏悔呗，是吧？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不能做呢？这是很容易的事啊。当然，我们不光是这一世的业了，还有过去世想不起来的很多恶业，我们还没忏掉。这个修行真的不难了，是吧？知道了方法，哪里难了？是不是？ 你可以一夜之间就可以超越好几大劫。师父的法你听明白了，真的，你瞬间都可以消几大劫的业。瞬间你这个心念一转变，就会消无量的业。自心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为什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你用那个菩提心来念阿弥陀佛，想起阿弥陀佛那个大悲大愿利益众生那个心，你也想用这样的心。 利益所有的众生，让众生同成佛道的心来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就是可以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佛这么讲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也可以学发呀，因为菩提是善终之王嘛。所以说，你这么大的心发起来以后，如果念阿弥陀佛，真的是可以消这么多罪啊。我们的罪这么重，为什么消不掉？ 心不愿意发，那师傅道理讲的这么清楚，你为什么没入心呢？天天教你修无我的道理，你就不听。中午的课人最少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天天听没意思了，不来了，对吧？你听课就是在观修嘛，这听熟了你就会观了，边听边观修，修着修着无我就修出来了，破我字，这个没有什么窍诀的。 就像开车一样，你学会了，你天天开，开多了就开熟了。刚刚开始开的时候，肯定会出事故的，很紧张，是吧？经常把油门当刹车，难道找不到油门吗？你肯定知道油门在哪。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要去熏习啊，就是你要愿意去改过，就对自己的这个恶念、恶心啊，要痛下决心啊，要斩断它，是吧？不允许他这样，那么你就要想办法。 啊，然后呢？所谓的精进，精进不是叫你紧张，是吧？就是你要舍得花时间。修行的时候要放松，心要淡定下来，静静的观自己的过，然后转自己的念。就像开车一样，开车开的好的人心肯定是很稳的，很静的。嗯，你紧张就肯定要出车祸了。嗯，你不能打妄想，开小差的时候也会出车祸的。 修行也是这样的，时时刻刻的看到前方，这个方向盘就像一个菩提心一样，菩提心来摄持自己，就像方向盘，随时把握好了，慢慢的往前开，该加速的时候加速，你只要这个保持住的方向没错，开多快都没问题。碰到弯路的时候就要减速，弯路你不减速你就会翻车，是不是啊？太精进了，你碰到这个夜障线前了，你不减速的话就会翻车的。 哎，修行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下功夫呗，就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窍诀都讲得很清楚，就是看谁功夫用的时间长，用的正确，诶、呃、看谁愿意下功夫，谁愿意下苦功，谁就成就了，就这么简单，不要跟着自己的业习跑。第七，修功补过，这是把放纵、生口意、无恶不造翻转为努力修功补过。 啊，我们检点自身，以前造业那么深重，过失堆积如山，所以要发猛力的忏悔心，今后修大功德弥补过失。应当发誓，从现在开始，进未来际，昼夜修功补过，昼夜修功补过，不停的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修功补过的，因为修行是在你的心上用功，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修行，是不是？不像你开车，你没车开不了。 做世间的事情，你需要很多外界的条件。这修行不一样，修行呢，任何时候都可以修。你只要有心，没睡着，没有昏迷，睡着了没办法了。你只要不是昏迷状态，都可以修行。啊，昼夜的修功补过，这样呢，就能翻转以往三门放纵、无恶不着的状况。先对治强大的恶习。我们修行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的，因为你有障碍，就是你肯定有过失。 你把这个心理障碍都要翻转出来，观察到，颤出来，然后呢，心就清净了。你颤不出来，是你没用心呐、啊，啊，你没有往里看呐，没有往内心深处去观呐，啊，你观了肯定能颤出来的。你把门都关着，自己不看，不敢看，害怕，不敢往里看，这个罪业的门不敢打开，自己都看着害怕。这不用怕，这罪业也不是你，这都是业习。 看待自己的罪业，就像看待犯人的罪业是一样的。罪嘛，就是忏就行了，你只要不造就行了。也是因为无名颠倒的，的人执着过我造的，本来就没我。现在你不执着我了，这不就好忏了吗？不是我造的是吧？你现在可以这样说，不是我干的，嗯，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原来都是我干的，我干的就害怕了，就下三恶道了。嗯，现在知道不是我干的，你害怕什么？ 没有我，当然不是我干的。那谁干的呀？嗯，这业嘛，这业习干的。现在你就对业习下手嘛，你不需要对我下手了，给他断他，然后慢慢的就削弱这个业习力，转变这个业习力，这样修行不是很轻松吗？是不是？啊？为什么要破我执？我执一破，你就轻松了，你就知道不是我干的，你就不紧张，你心里面就没什么这样的翻江倒海的事情了。 你很平静的，看着自己的罪业，看众生的罪业都是一样的对待，都是惑业里都没众生都是佛。如果被无名给蒙住了，然后被这个惑业里造的业，那、呃、那你还怕什么？所以你破我执太重要了，我这一破，没有下地狱的人了。你、呃、看，你不用害怕了，不是我干的，当然不用下地狱了。呃，修行其实很简单呢，是不是？啊、呃，你们记住了，用功很快的哈。 就是谁要想进步快，就是二六十中，日夜昼夜都可以修功补过，什么时候都可以修行啊！第八是守护正法，啊，这是把这个政治正念，啊，拿来守护住，把对善行不随喜的恶心翻转过来，守护正法的善行。今后事与一切正法的教理行果，下至微乎其微的善行，都支持拥护成全。 好的，尽量做，这样守护正法的就能够破除不喜他善的恶习。我们做善事呢，也因为无我呀，行善也是为了对治恶习啊，本来就应该是善的，啊，你被染上了恶习，现在想办法除掉。所以说，你做善事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是不是？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所以说，这个破我执太重要了啊，破我见、除我执太重要了。 这是根呐、啊，这我执的根你断了啊，这是境界都不一样了。同样是修功补过，同样是守护战法，跟这个没破我见的人，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那能一样吗？那无我了，是吧？就说呢，不是我干的，你那心态都不一样了。啊，你要执着是我干的，你很痛苦。还要遮蔽烦恼，不复藏烦恼，不为恶道。前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执着有我呀。 第九念四方佛，为什么要念佛？自己力量不够，这个业习力很强啊。虽然知道无我了，但是我们的这个阵型的力量啊，正念的力量不够。祈请上师三宝加持，祈请这个靠山呢、啊。三宝就是我们医护啊，从外面调这个强大的军队来，那就是上师三宝的力量，可以七请得到的啊。你自己打不过怨敌的时候，可以七请三宝帮助你。 欲离能造成生死的恶缘，就应随顺菩提正路。啊，其中最殊胜的助缘，莫过于诸佛。因此，要把依附恶友、信从邪说的心翻转过来，依止释放诸佛。诸佛有无上智、悲力，依止佛、意念佛，就能消除罪业。这是依止方面的转变。再说了，意念多少佛？ 还是不如意念上师的功德来得快，有上师在你身边。当然，意念上师包含了佛了，因为上师是三宝的总集。上师和三宝隔裂开来就不是上师了，那就外道。上师就是三宝。所以说呢，密法的讲究要一直上师，意念上师，十是观罪性空。 就是观罪性本空啊，罪业没有实体啊，由此破除我见，从根穿出罪业，罪性也没有体啊。我说了，就是所谓的罪，业，就是自己的业习、恶业力啊，啊，祸业力啊,啊，还有什么真正的罪啊？罪业是没有体相的，这个罪相是空的啊，罪性可不空，罪性空了就没有报了，就是罪业没有实体，就是罪相，有相的东西就不是实体啊，这样破除我见。 罪是没有自信啊，罪的相貌啊，就是没有实体啊，罪相没有实体。优婆离章有一个例子，有一次佛吩咐优婆离去维摩诘那里问病，呃，优婆离说我不堪能，我没资格，就是哈，为什么呢？优婆离自述了一段姻缘，曾经有两个比丘犯戒后内心羞耻不敢去问佛，就来优婆离处求助，说愿尊者能解脱我们的疑悔，拔出罪业。 尤婆利为他们如法地解说了。这个时候，一摩诘大师过来说：“喂，优婆你别增长他们俩的罪业啦，应当直接灭除，不要扰乱他们的心。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罪心不在身内不在身，不在身外，不在中间。像佛所说，心染污故，众生染污，心清净故，众生清净心,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一心一样，罪垢亦如此。” 啊，这个最垢就是最相了哈。诸法亦如是，不出于真如。波利，如你以心相得解脱时，还有最垢吗？又不利他没有。我们解说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如是。波利，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诸法都是虚妄而现的。 如梦，如阳焰，如水月，如镜像，是以妄想而生的妄想。这些都是有相的东西，是吧？诸法有相，才叫诸法。聊到这个道理，奉持戒律，叫做善解脱。两个比丘听了开示，都感叹地说：“真是书生的智慧啊，与破离不能比的，直接上手也说不出这番妙理。” 他们当时就解脱了疑毁之心，发起了无上菩提心。这就是观罪性本空，破除我见而灭罪的，破除我见灭罪最快了，是吧？我刚才说的，破除我见就知道不是我干的，你看罪性就不一样了，对待这个罪也不执着了啊，他就是个破业力。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 重罪如商路，晦日能消除。是故应自心情忏六根罪。由修上面四心，把以前随顺生死的想法做法纠正过来，就能灭除罪障。所谓对治，是在心上做转变。心不转变，怎么能够除罪障呢？所以，心上改过自新才是真忏悔。从心上改啊，行为上改了还不算。 四种立生死心，也就是四种对这里的广说了。明性因果，自愧可责，不为恶道，不护瑕疵，是破恶力。由生性因果而不为恶趣，惭愧自责，就会发怒忏悔，就能破除恶业。断相细心是恢复力，就是发怒罪业后发誓以后不再造作。 以此截断恶业相续，发菩提心念十方佛是依指力。嗯、呃，内一菩提心，外一十方佛。在修法的窍诀里，把十方诸佛总设为如海诸部坛城主金刚萨埵，行一心一止金刚萨埵是修外一指力。修功补过守护正法，观罪行空，即念金刚萨埵心咒百字名等是修对指力。 由具足势力修忏悔，忏除一切烦恼障、业障和宝障，这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还属于解脱道的范畴，因为是生死，除的是六道轮回生死，所以断分断生死、烦恼障、业障和宝障，还在解脱道里面啊。当然里面加了菩提心进去，所以说也属于菩萨道。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发菩提心修自己的解脱道，不一样了。 因为你修自己的解脱，发菩提心，那事实上呢，也是在利益众生。好，我们今天讲那么多。